一年一度的亚洲花式滑冰大盛世第三届冰上巡回演出台北首站即将于6月8日在小巨蛋华丽登场，幸福歌姬梁文音也将首次大跨界挑战难度极高的冰上演唱，力争与台湾冰上小王子曹志伟一并带来一场听觉享受下的视觉盛宴。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看例如奥运哪一些比赛的冰上运动的一些项目，因为就觉得很美，所以这次其实也是一个蛮跨界的一个表演，就是可以在冰刀制成的那个舞台上做歌唱的演出，所以是很期待。